来，蔚蓝，看看今天这个投稿。啊，视频中的这位球友呢，打的是一个正手拉球的一个动作，我看打的是一个反弹板。啊，他在拉球的过程中呢，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？他的动作过大，这个大臂肩膀往后扯的太多了，包括他出手的时候也是靠这个大臂在往前蹲。啊，这样的话动作一个太大了，他的力量不会集中。再一个呢，长时间这样拉可能会对你的手臂会容易受伤，所以我建议呢，你在练习拉球的过程中。引拍的时候，这个大臂不要往后扯太多啊，多用身体去转，然后出手的时候多体会小臂和你的手指、手腕拍头，就往前多顶一点，多体会一下击球的一瞬间小臂的力量啊，少动一点大臂啊，这是我的建议，希望你能采纳。大家觉得呢？